小七，你怎么在这？我在这。他不就是一个送水工吗？他能干什么呀？妹妹，你当初的选择可真是正确。啊，不对，应该是明智啊。啊，我来这拿蜂糖钥匙的。那我们先走了。这收据是假的，怎么可能？真的在我们这儿，你男朋友在我们这儿做了100万的抵押，已经拖欠半年多了。那你岂不是白白帮他还了2年的房贷？绝不可能。我男朋友这么有钱，我现在打电话给他，打不通呢。你还是好好想想，怎么还上这笔钱吧。带两个美女去我办公室，喝杯茶，看今天。你们走吧，本金和利息已经还完了，这事要是……我就说吧，我男朋友不会不管我的。我刚才给他发消息了，水送完了。他呀，送一辈子水也买不起这里的房子，带着他干嘛？我们走。美女，以后找男朋友可得擦亮眼睛，要不是我们七总把抵押还不上，我想今天你们走不了。谁？就是他刚才口中送水工，我们这儿最大的股东。行了，忙去吧。吃个饭还打包，我说你丢不丢人呢？我刚刚看你在桌上舔吃的，就钱是赚的，不是省的。他用车接了你3天，抵得过我们3年的感情吗？我相信我努力一定会成功的。你现实点好不好？这个社会想赚大钱的人很多，随便喝两口毒鸡汤就能成功，那这个世界就没有穷人了。